万一在那里出洋相了啊，他家里面的人乱七八糟的那种的话，害怕就是让别人啊说他闲话，不管怎么样，毕竟是他的家人嘛。所以这个大家能理解的，会不会让打个理解？对，你们能理解的打个理解，我先看一下，因为很多家人可能就觉得就不太理解。因为之前很多人都给阿美发私信啊，给阿美的作品下面评论说，阿美啊，你的家人太坏了，你妈妈太坏了，你的表姐太坏了，所以阿美她就不让我开直播去啊，因为家丑不得外扬这种情况，但也没多坏，不是很坏那种，只是昨天都能理解，理解。昨天还是比较真的很对不起王菲哥的，因为他为了我，然后跑到北京去帮我去求别人帮我拿到这些，后面反而我家人还那么误会他，然后那么说他。昨天呢，本来他们就是想让王菲哥，这个应该不能说，反正就是想要一些什么好处，或者是觉得我受伤了，然后是因为王菲哥而起的，所以就觉得就让王菲哥就是精神损失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给他们这一点，对他们就觉得我，因为毕竟我住了那个家号那边去了，所以他们说我还那么年轻，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遇到那些事情我才导致这样子的，因为我的病情啊什么的王菲哥我们也如实的告诉了我家人嘛，然后我家人就觉得哎，我妈当时闹得也挺大的，然后我也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又说我舅舅他们都想，反正就跟王菲说各种各样的。后面没有，主要是阿梅她那个堂哥的话比较就是通情达理，要不然阿梅那个舅舅和阿梅的妈妈，阿美的妈妈她是没有主见的那种啊，就是那她那些舅舅说什么她就是要干什么那种，然后他们那些舅舅的话就让阿美的妈妈出头啊，我的女儿怎么怎么的，后面就是我给了他们一点这个，大家猜一下是多少，看有没有人猜对，大家猜一下是多少。不过啊，咱们这个的话啊，因为出于是咱们自己家里面的人的话啊，阿美的舅舅也算是我的舅舅，阿美的妈妈也算是我的妈妈，阿美的哥哥也堂哥也算是我的堂哥，对不对？所以咱们不算是赔给别人，而是咱们要这样子想，咱们是孝敬了他们，对不对，家人们？对的，给我们打个对啊，咱们是也反正也没有多少，就是给他们孝敬他们一样啊。所以就拿了一点这个给孝敬了一下他们啊，然后大家猜一下是多少，看有没有人猜对。本来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的，但是没有，咱们阿美的意思就是阿美她昨天就是差一点就在那里跟他们吵起来说是再怎么样也不能给，但是我跟阿美说了啊，他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本身他们就算是没有这么一回事，他们过来找我啊，他们就当作是来过来找我和阿美娃的话，我再怎么样也得给他们一点红包嘛，对不对？所以咱们就当作是孝敬他们了啊，千万不要往那个赔偿方面着想，这样子的话那就一家人扯成这样子就尴尬了嘛，是不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孝敬了多少？来，咱们先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咱们直播间6000人，把王菲点赞点到100万。然后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啊？阿梅也瞬间就是精神了很多。还有你们是不是看到我今天满脸都是笑容，而且精神状态都是特别好？因为今天咱们有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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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好消息呢，一会儿，咱们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之后再给大家说啊。我先跟大家说的是，昨天孝敬了阿梅家里面多少，刚才有人也猜对了，孝敬了。
五个，然后我今天再帮他们把那个回去的机票全部都给他们买了，然后还请了他们吃顿饭，他们也高高兴兴的回去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句话，这句话不能让阿美知道啊，不能让阿美听到，我去旁边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句话啊，我去旁边跟大家说一句话。还有阿美他那个堂哥说很期待我能够成为阿美的老公，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刚才我说的话你们听到了没有？你说什么话跑到那边去？没事没事，我跟他们说聊点事情，听到了的顾不上啊，大哥听到了。你不会是说我坏话吧？我怎么可能会说你坏话啊？那家人们他说什么啊？所以我决定了啊，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决定了，就月底就是这个月底，咱们开始行动，去他家里面行动。这个是昨天阿梅家里面那个处理的那个事情啊，昨天阿梅家里面处理的那个事情，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也是这段时间我们最想听到的一个好消息，来，大家猜一下看有没有人能够猜对，谁猜对了我给他发个红包。那快点猜。真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咱们直播间7000多个家人们啊，猜一下看能不能猜对，谁猜对了给他发个红包，看有没有人猜对啊。猜对的第一个刚才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阿梅家里面的人以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处理好了，他们也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啊。他们还说想让我去他们家里面做客，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啊。还有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对，有人猜对了，咱们直播间好多人都猜对了，太聪明了，我们家人太聪明了。过了几天啊，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你们以后。以后你们也不用再替王菲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再替我们担心这些一切事情了。这段时间你们所担心的事情，今天终于结束了。对，就是你们猜对的这个小牛，已经被张总安排进去了。这个算不算好消息，家人们？小牛已经进去了。这个算不算好消息？对，小牛进去了，算不算好消息？好消息是不是？来，我们直播间7000马上8000个家人们啊，马上八千个家人们，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马上8000个家人们啊。替王菲高兴的公屏上打两个字高兴，我看有多少个人替王菲高兴。咱们直播间八千个家7703个家人们啊，替王菲高兴的公屏上打两个字高兴。王总，你今天也一直在笑。然后这一路上啊，感谢直播间今天在场的马上8000个家人们啊。感谢你们的每一个家人啊，感谢你们，还有，也特别特别感谢一个人，王总，不用，飞总，咱俩兄弟，不是这种一码归一码，兄弟归兄弟啊。来，我们直播间7600多个家人们啊，公屏上打出4个字，感谢王总。不用啊，家人们，咱们所有飞家人公屏上帮王飞打出4个字，感谢王总。
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谢谢王总，真的。真的多亏了你，还有王飞哥去那边，多亏了王总，多亏了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没有你们，没有王总，可能这些事情我早就想放弃了，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怀疑我自己的能力，觉得我是不是不行啊，觉得我是不是没有能力啊，觉得我是不是根本就处理不了这些事情啊。但是有你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啊，在我身后啊，一直对我这么支持啊，有你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啊，一直以来啊，给我信心，给我加油，在我身后默默的支持我，还有王总他啊，不管在那个各方面，王总他不管在各方面啊，给予我的帮助，还有这一路上啊，他连他自己的公司他都没去打理，全一直都在啊跟着我，一直都在就是帮助我。他说了，他王总来的第一天他就说过，如果我的事情我的事情什么时候能搞定，他什么时候再走，我的事情什么时候搞好，他什么时候再回去。我跟你们说，家人啊，我当初说了这句话之后，我一定会坚持到底。所以说啊，飞总，你刚刚说那些话，你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或怎么样，咱们都是兄弟。然后呢，你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其实大多数我也经历过。为什么咱俩谈得来？等一下，喂，你走。哎，王总。喂。哎，听说你昨天弄了一批那个西式的那个龙都那个吃项链，给我少点。哦，这个是小牛。啊，家里面人也需要这些，平时买不到。你昨天买，你昨天直播间到底卖多少？分多少？不，等一下，那个李总是这样子的啊，这些我昨天没有卖，这些东西的话，它是就是那个泳池项链这些，它是对戴上就是对人好的一种，然后是比较珍贵的一些，是小牛那边因为之前小牛把咱们公司搞成那样子然后是小牛那边暂时被我收回来的啊，暂时被我就是在他渔场里面被我收回来的。然后小牛你看现在也安排进去了，到时候这个相关部门给他判下来，小牛这边要赔偿咱们公司损失多少，到时候这些东西就算在其中所以我把那些扣押在拿放在我这里了。我这个不是这个昨天没有在直播间卖啊。但是我问你，你什么安排的，是怎么分配的？怎么分配这个东西归属于咱们公司啊，归咱们公司，到时候咱们公司那个咱们几个股东到时候加在那个小牛的赔偿里面的话，到时候咱们公司里面该怎么分就怎么分嘛。哎，我只有10%的股份，你能跟我分多少？啊？我听你昨天卖的是699，卖给别人。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只有10%的股份，你能分给我多少？要不这样，这个东西不管不我你说你只有10%的股份没分多少，没有这个东西咱们是到时候看情况嘛，到时候看情况啊，咱们公司该怎么分就怎么分嘛。听说你昨天699你就卖给人家了？我没有699卖给人家，我昨天是这样子的，是那个这些东西那个小牛他放在他那个渔仓里面，渔仓是一个快递的一个周转的一个地方，只能就是拍下来因为他这种项链的话是一条就是2-3万然后我再用他那个保证金把他价格弄成699，然后才能拍下来，不拍的话他这个东西已经在渔仓里面准备发给别人了。现在不听你这么多，王总啊，我看你昨天听昨天已经是699，你卖给别人了对不对？我没有卖给别人了。你给我，我给你出1000块一条，好不好？我昨天没有卖给别人，这只是我昨天有几个家人们，他们说他们也就是需要这种然后家里面症状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只给了他们几条你的话，反正你也是公司股东嘛，到时候咱们收到货了到时候咱们这个小牛那边判下来了之后，该怎么飞就怎么飞就行了嘛
赚我就我只有百分之十的股份，那你能分给我多少？这个我也没办法，这个你百分之十的股份，到时候假如有十条，你能分一条吗？是不是？但是我是家，我们都是公司里的人，能不能我给你1000块钱，好不好？我全买。啊，不是，行不行？林总，林总，是不是有人？我听说和最近就是有人出高价收这些东西啊，可能是小牛那边家里面的人安排的啊。你是不是小牛那边有人给你出高价，然后你想从我这里低价拿过去，高价收给别人的？有，是不是有这么样打算？哎，王总，话不能这样说。这个给不了，给不了，给不了，给不了。还是我这个人公事公办，这个这些东西都属于咱们公司里面的东西，到时候咱们小牛那边判下来判下来该赔偿我们多少，这些东西在赔偿里面，我们到时候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就行了。你现在不可能提前拿给你的。那王总，要不这样，那不要我退出公司。什么意思啊？你把股份退给我，好不好？威胁我呢？你这样他不讲情面了，对不对？是不是？来，家人们，你们看，你走，你走，他我，家人们三个是你要威胁我呢？为了这些东西，你这样说，你这样不对啊！别的我怎么能威胁你啊？我在开直播，我在开直播，你现在说的话，这些他们都听得到，你这个有点不道德了。那不行，好，那这样，那我退出公司，好吧？退出股份。你把钱退给我，好不好？哦，我明白，我算是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不把这些给你的话，你就退出公司，是不是？威胁我？不是嘛？你我百分之十的股份啊，我能分几条？不管分几条，这个才是最正规的呀。好，你说这么正规，好好，你在背后说好不好？你现在哪里？看，王总。这样不好吧？哎，给我挂了。嗯，不是，他不就10%的股份吗？至于这个样子吗？什么人呢？不，你这样，你要缺那10%，我马上给你注入资金。不就10%吗？不止他。什么人呢？没有，不止他。啊，家人们啊！你这样。刚才我只跟大家说好消息没啊，没有跟大家说坏消息啊。把那个杨总安排的人那个叫过来，叫进来。家人们是这样子的，昨天啊，那个把那个杨总安排的那个人进来，叫进来，来，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你先在那站一下。你组他啊，你组他。在我们公司持股10%，他现在他说是他听到他听说昨天我在直播间把这个小牛的这些东西699卖给别人，我没卖，对不对？我昨天没卖，我只是说有几个家人因为他那个是在那个小牛的鱼仓里面，我只能以拍单的方式给他拍回我们公司。不然的话我不以拍到的方式拍回来就直接被那个收走了。然后我拍的时候直播间有几个家属说他们也有这个这边这个高那个高的，有这个高堵的那个高堵的，还有平时这个痛那里这里痛那里痛这里风什么事那些之类的情况，所以我才在直播间只上了几单只给了他们几个人几单，对不对？我没有卖。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他拿他那个公司股东的身份为要挟我，就是让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他出1000。然后今天阿梅你过来。今天阿梅他收到了一条收到了一个粉丝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就是就把今天你发到那个群里面我让你发到那个群里面给大家看的那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嗯，对，就有一个。粉丝他给我发了一些他们的聊天，就反正那个小牛吧，应该是是他，不是小牛，小牛已经继续了，可能是小牛安排的人，就是有人在高价收昨天他们抢到的那几个人里面在他们几个手里面高价收昨天那个泳池项链。哦，
这个事情知道的，顾不着打个知道，有些人知道，因为阿美，我让阿美发到那个粉丝群里面了，有些没在群里面的，他们可能你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应该能猜得到啊，那个李总他今天也是他李总他肯定也是有人啊在啊找他，有人在找他高价啊收那个有色项链，然后他想从我这里低价拿过去，高价拿给别人。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女的，来你过来。那个杨总，你是过来干嘛的？来，你跟我大家说一下。就是杨总让我来拿东西的。拿什么？拿这个泳池，西渡泳池。杨总让你过来拿这批货的，是不是？对，他让我把这个带回去。为什么要拿回去呢？我不知道，然后杨总就让我过来拿的，然后他说把这些。来，你给杨总打电话，你给杨总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杨总啊，也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股东，他安排人过来拿了。喂，杨总，然后那个王总说让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来，我跟他说。你给他说。喂。啊，对。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拿给你呢？我也是公司股东啊，公司在我在运营，东西这些东西放在公司里面就行了呀。不是为什么要拿给你？放在你那里啊？为什么要放在你那里？放在公司不是更好吗？这些东西到时候啊，这些东西到时候，那个小牛那边啊处理下来了之后，该怎么啊？该咱们公司该怎么飞就怎么飞就行了嘛。放在公司，如果一定要放在你那里，万一啊被你弄掉了怎么办？万一被你弄掉了怎么办？1000块钱。弄掉了才赔1000块钱一条啊！这些东西不止1000块钱一条，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一条啊，我多少讲过了。这个项链都差不多三万，然后手链都2万多，我记得。一条项链都3万多，一条手链都2万多，怎么可能你弄掉了只赔1000啊？我昨天不是699卖的，我现在跟你说一下，昨天没有699卖，昨天我是从那个小牛的鱼仓里面只能以拍大的方式拍到咱们公司里面来。699我只是给了直播间2条啊，让我家人们去用一下，因为平时他们也挺辛苦的，一直支持我。这个不能给你。这是咋都来了？姐姐就这样，这样我不也跟你说了？哎，啊，我跟你杨总说了，不给他。行。你自己回去吧，你自己回去。好。搞什么呢？这个啊，这个女的是杨总那边啊，还在打电话来。李总还在打电话，不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杨总在惦记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李总还拿他的股份来威胁我，就说不给他的话，撤股了。没事，他撤股，他撤他的。没事，他撤他的，我来给你录。啊？他撤，我来给你填补那听到没有资金啊？懂了吗？王总说了，如果李总他要撤股的话，王总他来，我来录就完了。他来入股，就是李总那10%。对，什么人呢？啊，没有，我不知道。还有我很多粉丝也反映了啊，就说有很多人啊在高价收这个东西啊，就是阿美带的这个，啊，就是不是这个昨天我在小牛那里啊。鱼仓里面拿回来的这些，还有那个杨总，杨总是直接安排人过来拿啊，这个女的她直接过来啊，就说啊，王菲啊，那个杨总让我过来拿一批货，我说什么货？就是那个昨天你在小牛鱼仓里面拿过来的这些货，杨总说放在他那里。放在他那里比较安全，放在我这里不安全啊，放在公司不安全，因为这批货比较贵重。那我说万一被我再想一个问题，本身是放在他那里也没问题啊，本身是放在他那里也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万一放在你那里到时候数量不对了啊，不够了，有些少了，或者是被你搞掉了怎么办？他说
一条赔我一千，一条赔我们公司一千。然后他再把这个拿出去，那他就不止一千。嗯，他肯定肯定是那个小牛的安排的人找到那个杨总，找到杨总啊，说让他在我这里把东西拿过去给那个人一条，给他多少钱，然后到时候他就随便找个理由，比如说哎呀这些货不小心被我弄掉了，没事我一条赔一千块钱，作为咱们公司的损失，对不对？来，没事，这是咱们这个不，这些不是我个人的啊，这些是小牛那边小牛寄去了，然后等待小牛那边判下来，然后到时候给予我们公司一些赔偿的，这现在都还没判下来呢。我给我们公司的大股东张总打电话。来，咱们给张总打电话问一下张总的意见啊。喂，张总，喂，是这样子，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下啊，昨天那个小牛，我在小牛的鱼仓里面把这个小牛的这个一些就是这种，这种项链，它这种项链的话，它是戴着的之后戴了这种项链之后，他就平时这个高那个高的他就不会高了平时这个痛还有这些地方痛，还有因为有些年纪有些人年纪大了，他就走路不怎么方便，他带着这个就好了，所以他就是这么一种东西然后他就这么一种东西，然后我在小牛那里给他小牛他本身这个东西是我去买的因为我这边有人需要这种，然后我去买了一些，结果小牛他全部给他买走了但是小牛今天被你搞被你送进去了之后那个相关部门不是说了吗把小牛的资产全部先冻结了，但到时候小牛这边该怎么赔我们公司的怎么赔，这些东西肯定也是到时候也是在赔我们公司损失的其中一部分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先拿先放在我这里保管着，然后放在咱们公司嘛，也不算放在我这里。你听这是什么？哎呀，我跟你说，不是，等一下，你听我说完。但是今天的话杨总咱们公司那个股东杨总，他安排人过来，直接安排人过来拿了。嗯，他我跟你说不是，还有。他安排人过来拿了，说要放在他那里如果放在放在他那里，我说为什么要放在他那里，他说他也是股东，他也有权利保管一下这些东西我说那掉了怎么办，他说如果掉了的话他就只赔一千块钱一条还有那个李总刚才也打电话来了来说如果这些东西一千块钱一条卖给他，不卖给他的话他就撤股，他这些东西是一条两三万呢。对呀，我跟你说，今天那个李总跟杨总也找了我，哎呦，你说这多难搞，好麻烦。我跟你说，现在这些东西都是烫手的山芋，真的，都是什么，打这个就是泳池的主意了。我跟你说，就当你这个现在这个货物的主意。那怎么弄？你觉得怎么搞？要拿给他们吗？哎呀，那你不要，我跟你说，你这样嘛，你现在最好是把这些吸毒泳池处理了。我处理，我现在短时间处理不了。哎呀，你我跟你说，你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那些掩护你的这些人，他就没办法了，知道吗？我刚才我跟你说，我今天联系了一个买家。他10000块一条的时候，你考虑一下看卖不卖？10000块钱一条。对呀。把这些东西卖了，变成钱入到咱们公司资金里面来的意思是不是？肯定嘛。
你如果拿着不是，哎，杨张总，咱们这些东西不着急卖给10000块钱一条，太亏了。咱们这个，我去那个北极鸟教授那里买都是20000多一条，最少的都是，连手链都是2-3万啊，这个项链的话4万多。我跟你说，你不是，现在关键是你拿在手上就是烫手的山芋，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是为了我好，也免得让那些张总他们啊，那个杨总他们盯上，对不对？他们眼红，对不对？他们现在就是眼红嘛，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好，对不对？你看什么，给你1000块钱一条，你在他们，你直接回答想啥？是不是？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张总，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考虑一下。你考虑一下嘛，啊？嗯，我考虑一下。都在惦记这些东西。都在惦记这些东西，家人们啊，10000块钱一条，也张总的意思是10000块钱一条，出了，因为他这边联系好了买家，放在我手里面，免得他们眼红。没有张总人是挺好的，张总啊，他也不算那种，因为公司股份最大，股份他最多嘛啊，我们公司张总是50%的股份。倪总和杨总一人10%，我30%，所以张总的意思是赶紧把它变现了，10000块钱一条。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不止10000多，不止一万多，这些东西真的不止10000多。他小刘他拿出去，就这种哦，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这海里面这个将近5W，这个他拿的男士的这个泳池项链啊，没有了，家人们啊，刚才已经抢完了，没了。阿梅，你跟他们聊一下，我这边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啊，家人们，我先接个电话。刚看到有人打阿梅呢，阿梅不是在旁边吗？不是在这儿吗？闪项链、手链我有，但是你们拍到的话应该也都有啊。表姐在哪里是吧？表姐在我这边，因为我家人们都回去了嘛，所以说他们要让我就过两天出那个家号那里就马上回家，然后表姐就在这边，让她回去也不肯回去，她非要等我，非要等王菲哥我们两个一起回。表姐在这边，她一直不说话，在生气呢，但是没有时间去哄他，因为王菲哥回来了，你们知道的，之前说给他买的项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还没有给他。还有刚刚你们拍到的，你们收到的话你们就带嘛啊，带着。对，真的这个可能是阿梅之前因为有就是这个地方那些，因为是有那些，然后我觉得带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咱们把那三个字打一下呢，家人们，把那三个字打一下，我们把那三个字打一下，家人们。咦，带这个什么？我知道啊，带这个有个人问带这个还需要吃药吗？我肯定要吃啊。对，一个是这样啊，家人们，因为当时那个梁教授发过来的那个资料是这样的，那个
细胞再生因子阿梅现在也还要吃，知道吧？还要吃一段时间。那个当时飞总说是带两盒回来吃，吃完就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那个是内用，这个是外服，配合起来的话就会更快，知道吧，家人们？所以说，你们也看到今天阿梅基本上那个帽子也不用戴了，知道吧？基本上就是说慢慢已经在往小了的变了，基本上就是说过不了多少天就应该会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药的话，只是让它来巩固的，让它慢慢的后面去慢慢来调，知道吧？王总上呀，谢谢啊，家人们，谢谢谢谢。洗澡可以吧？带着这个肯定可以洗澡。洗澡是这样的啊，家人们，你平时生活用水，你比如说你戴在手上，你去洗手干嘛的都没啥关系。洗澡你其实你没必要去带着洗，知道吧？介绍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小小阿美没有瘦，家人们，阿美没有瘦，反而阿美瘦了好多，脸色也不好，怎么都是这些啊？那个阿美再上一点嘛，没抢到这个，你看这个人说，不是这个，因为没有了，家人们，因为给的也不多嘛，本来给的也不多，而且这个是王飞哥，因为刚刚你们也听懂了吧，就是放在王飞哥这边的话，就那些人老是盯着这些。对，以前瘦多没有，你们是觉得你们应该是太关心阿梅了，所以就觉得阿梅瘦了这样那样子的，但是你看我现在都很好的。表姐在旁边呢，表姐不会啊。刚刚那个问的啊，就带的话跟就吃的是就配合起来更好嘛，对吧？因为带的话，带比如说我现在戴项链的话就上面的嘛，就头啊那些，然后这个手链就是手啊，就是就哪个部位嘛，就都对。不然的话如果说戴项链就都那个的话，我就不用戴这个手链了嘛，但是呢这样子更好，就上面是，对吧？项链是上面这一些。对对对对，就是那个项链的话，就是管从这个往上去，这部分都 OK 的，就包括你中间那一块，知道吧？那个中间那些零件，知道吧？五什么脏，六什么腑那些。手链的话就是这下面的这些，有没有？瘦了好多，吃的话我是每天都在吃的，而且王飞哥也给我弄了三盒，他说我这种情况要多吃，就是慢慢慢慢的去吃三盒，一盒里面有6瓶的，你们知道的。对。王飞哥在接电话啊，王飞哥在接电话。家人们，三个字扣一下。对，那三个字扣一下，两次了。那三个字扣一下，我都不敢聊天了。还没有啊，暂时还没有出那个加号啊，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的话是说了，就是阿梅还要待几天去，到时候我们这边观察一下，知道吗，家们？那样我们会更放心一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还得观察几天，到时候我们再去拍个片或怎么样，觉得是那个完全已经没有了 ，OK 了，然后阿梅就可以出去了。对。现在呢，就不用担心阿梅什么都没事。对对对。就不用想那些了，知道吧？啊？没有，我看看公屏。公屏，你看见公屏？对对对，这说的啥呀，家人们？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王总呢？哎，王总这段时间真的太辛苦你了，真的是。没有没有。如果不是王总，然后昨天这些，哎，反正好多事情已经不是一两句就。家们，我跟你们说啊，不用那个啥，太客气，知道吗？因为我说实话，我跟飞总那真的就是现在就属于一家人了，亲兄弟了，知道吧？然后他刚刚说的他公司那些困难，包括那个谁刚刚，
是那个李总还是谁打电话过来，嗯，他要撤资干嘛的，我都让他不用担心啊，我肯定会去想办法，知道吧，你们放心好吗？然后呢啊，阿梅这边呢你们也可以放心，基本上没啥问题了，对吧？啊，这个我们今天还有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谁啊现在已经在里面了，所以说嗯，真的我们今天都很开心，真的啊，所以说其实啊家人们，你们也是你们也是功臣，知道吗？你们也是因为你们一直支持着啊王菲菲总，他才能走到今天。因为你们看他前段时间就是整个人啊状态，就是刚到我这里来的时候状态特别不好，知道吗？整个人就是他总是唉声叹气的，就动不动的一个人在那边默默的蹲好半天，就那种状态。然后今天的话你们也看到了啊，整个人的话就状态不一样了。然后阿梅这边呢也慢慢好起来了，所以说真的有家人们，有你们这群正能量的这些家人们来支持王菲菲总啊，真的她太幸福了，知道吗？真的谢谢你们，真的。哎，菲总来了，来，家人们啊，来。刚才你们啊拍的那些人啊，我明天正常给你们发货，然后啊刚才我这里啊，你走，咱们公司的你走，让我不能上了，我直播间不能上架东西了，他让我，你走直接让我啊，因为你走刚才一直在直播间看着，他让我不能再啊，因为我这个直播间啊，这个小花车他不让我上到这里来了，小花车现在没有了，看不到了，是不是？我想继续再把那两单给你们都给不了了，刚才你们抢到那些我明天给你们发，剩下的没事，来，他们要这样子搞，好，他们要这样子搞，我知道，没事。他们说了啊，刚才你总说了，现在公司剩下还有多少条拿来给张总，让他一条10000块钱去卖来入到公司资金里面来。没事，家人们。家人们稍等一下啊，费总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就放着那个李总。好啊，他们说啊，知道吧，他们是以为啊把我这边啊这个小黄车给攻击掉了啊，不能上架东西了，他们就以为我没办法了。